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本期《中国文艺》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如果盘点一下当今最为流行的影视剧，网络文学的分量会显得非常清晰。2013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，2012年最火的电视剧《后宫甄嬛传》，以及近期的《琅琊榜》《鬼吹灯》等最炙手可热的影视作品，都改编自网络文学。网络小说的衍生品涵盖了电影、电视、话剧、图书、音乐、游戏等几乎所有大众艺术形式，这意味着网络文艺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，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。流行来源于本世纪初的时装界，虽然是多种元素共存，但不代表乱搭一气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出奇制胜。信息时代，混搭延展到了文艺舞台上，艺术家们将若干原来不沾边的艺术门类组合在一起，产生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什么花的床，什么花的枕头床上放，什么花的桌子
在这漫长的路上，有太多期待，变幻不停的画面，多少意外，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，漫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。我见过灵魂的巴黎，抚摸过孤独的身体，尝过最奢侈的爱，才愿至死等待。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，金色的油菜花正开，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，哦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。我愿把自己点燃，生于最冷的冬天，我的名字叫温暖。我想着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，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，直到天明，就让这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，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，直到天明。生于最冷的冬天，我的名字叫温暖。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让我，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，你说什么都错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你温柔灌溉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。好想好想
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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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你在一起。Hello， 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在。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，或者是什么？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2004年，随着《老鼠爱大米》的一夜爆红，内地的网络歌曲时代正式兴起了。创造了惊人的流行神话，也引发着乐坛关于专业与草根之间的激烈争论。由于零门槛的特色，许多网络歌手的演唱水平及作品素质参差不齐。尽管如此，很多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网络歌手，多年来居然顽强地留在了观众的视线里，并且完成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角色转换。过去多年时间，多少离合悲欢，曾经志在四方少年，羡慕南飞的雁，各自奔前程的身影，匆匆渐行渐远，未来在哪里平凡啊，谁给我答案？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，改变了我们模样，未曾绽放就要枯萎吗？我有过梦想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，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曾经来过？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？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，这里的故事你是还记得？如果有明天，祝福你亲爱的。Darling
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他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在不再萦绕，那气氛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真的爱你 ，baby。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而你是我的礼物，是我嘴里的羔羊。我抛却同伴，独自流浪，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。分会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月言仍然是不开口，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，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。借助与唱片业传统力量的合作，完成自我增值的典型例子是凤凰传奇。在《月亮之上》后，不间断地推出《自由飞翔》《最炫民族风》等一系列流行金曲，开创民族流行风音乐的先河。这感觉就像听着
火到天涯的交错，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，灿烂的星光，永恒的徜徉，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，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。心中，愿世间的风伴随我们的心中，哦，脚步中变。